相当的特别啊！哇，这个很好，来来来，大家掌声鼓励。来，掌声鼓励啊！谢谢大家。果然一个梯次比一个梯次厉害，哈哈，太漂亮了。好，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我想看你跳一下。上次跳不行，这样今天所有的镜头都是我的镜头。哎，那总统，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刚刚你刚刚真的是在害羞，笑到脸都红了。你太热了，你没看我眼睛一直起雾吗？总统想请教一下，就是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这个有点起雾。太热，我们玩太嗨了。太热。国内媒体啊，就是有几位高层到对岸跟汪洋见面，然后被要求宣传一国两制。那总统怎么看？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都一直有注意我们国内的媒体受到这个中国的压力的情况啊。那昨天的这个汪洋的讲话，其实就证实了，确实。有中国对我们媒体施加压力的情况啊，那我想这个是对我们的民主，还有我们在国内的新闻自由啊，还有那个内政一个很大的干扰啊，对此啊，我们也要加以谴责啊。希望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最珍惜的资产就是我们的新闻自由和我们的言论自由。那这是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共同努力的事情。最近我们的公安单位持续的关注这些事情，要有所打击。总统马英九说，我们民进党的这个资金趋势没有尝试。那另外，柯文哲也说，你的这个外交策略是亲美抗中，他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个，我仔细去了解这个马英九总统讲这个道理，他好像觉得是说，我们反对资金区就是因为反对中国吧，好像是这样讲的。这个自禁区的这件事情啊，是一个比较属于这个不符合于现在的这个需求。我们现在要的是把台湾整体的竞争力能够强化，让我们的产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而不是停留在这种加工出口的情况啊。我相信很多人提自禁区，其实他们也是要着眼在。中国的货品在这里加工以后再出口哦，那确实也是让我们最担心的地方，也就是中国的货品透过我们自禁区以后，就转化为台湾的货品哦，造成台湾货跟中国货在国际市场上的混淆，那对于我们的台湾制造的货品的品牌的这种形象，那我们也受到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在美中贸易冲突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货品施加关税的惩罚性的关税的情况，我们也必须要防止。哦，柯P的部分啊，我觉得柯P这样的讲法不仅确实哦，也过度的简化了啊。那我再讲一遍啊，我们的政策是保卫台湾的主权，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在两岸，我们要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那么在区域呢，我们要做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贡献者啊，这是一个完整的说法。那柯P的讲法过度的简化也不尽确实。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啊，在这几年来维持得很好，甚至于双方的关系都持续的在增温当中啊。那无论从经贸或者是任何各个层面哦，我们都有持续的释放对话跟合作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的外相啊公开的呼吁支持台湾参与 WHA。那这些都是这几年来我们对美对日的这个工作哦，那持续的有成效的出现。也有人说，你跟赖前院长的民调已经拉近在3%以内了，那是不是说这部分有包含手机民调这部分也在里面？那你看民调已经开始拉近了。民调我是这样看的啊，自从我们在选举之后做完检讨，然后内阁改组之后，我们整个执政团队的节奏
在提升当中哈、哦，所以这当然也反映在民调上。手机民调的部分，这个事情的我们还是尊重党内用民主机制哦来做一个决定。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总统母亲节快乐。谢谢。好，谢谢。谢谢。